你来干什么？老王，我来帮你啊！你来帮我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找人！刘老，废物不怕管的死。苏若雪，就这种废物能把你死了啊？要不你跟了我，我保证你每天夜夜笙歌，上上天。那就报警，报警！这可是正规合同，你报警也没有用。要不我帮你。 既然你们想接手苏氏集团的行业，也可以。我先看看你的本事。不是，这儿轮得着你这个废物插嘴？那你别胡闹。我是今天刚入职的保安，将接手苏氏集团的行业，先过我这关。去！我想过你这关。 你们若是连我都打不过，那就说明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接受苏氏集团的安保。现在立刻上让，滚出去！废物，你脸上！他急了，兄弟，你不会是敢欺负我安保？老子手指随便你都能把你打到地上，啊！ 而我一根手指头就能弄死，就配跟我动手？就他这种恶毒啊，我一拳能把他打穿，老子一脚踹得他妈的滚！什么身份？你不过就是一个赤裸犯罪，知道我是谁？老子是江湖张家大少张磊，我张家阎罗殿三鼎之一。你什么身份？老子什么身份？配跟我动手？阎罗殿张家张磊灭族之仇。 我会讨回来的。哦，说的这么厉害啊！谁知道是不是外面怎么干啊？不如比比，你们若是赢了，业务给你；你们若是输了，赶紧让我滚出去。忍让，你平时好吃懒做就算了，今天什么场合，你还在胡闹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以为你是双龙殿之主吗？好，这种废物他就该的。你不是要比吗？ 那咱们就比一比，单挑还是群殴？随机，我保证你是我喊爸。谁跪着喊谁爸爸，还不一定。谁叫谁爸爸？你不一定呢。我靠，这带的什么人啊？这他妈怎么装逼啊？这就是你喊的方式吗？这可不是一般人啊！待会儿等你输的时候，你赶紧就你带这两个。 我看你怎么斗得过我的精兵强将！今天就算是正规军来了，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派俩保镖也是。放心吧，希望等一会儿你的嘴巴能像现在一样硬。还装什么？老子等会儿打得跪地求饶，就这两下子，拿什么可玩？啊！我会打断你的双手双脚，你放心，不会很痛的。还装什么？ 上！哎呦！还装什么？上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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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神龙殿的居民，他们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们是神龙殿的？神，我说你是？我靠！神，你是？我靠！别看我呀！ 神龙殿的主啊，小子，神龙殿只举世无双，威压当时，凭一己之力守护边疆，5年无战事，怎么可能会是你这种废物？有了，没错，当年神龙殿发动了八大凶兵，建立台者如剑神殿，如今我手上，如果要真是你的话，该多好！我
我就是，怎么可能是？那又怎样？如今我手持令牌，犹如神龙殿的亲临，将来练功服输，赶紧滚吧！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啊？就你这德行，你配当神龙殿？你这神龙殿一定是假的，用假的令牌蒙骗神龙殿将士，还真是找死！各位，这个杂种敢蒙骗你的神龙殿，还不赶紧把他拿下！ 好一个董子啊！你比人家神龙殿的人还懂啊！赶紧滚吧！你有什么目的？有，兵废玉皇帝吗？咱干一场！怎么样？你该不会是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现在怕了，你就跪下喊我一声爷，说不定爷一高兴就饶了你。 行了，你别冲动。小子，你就这点骨气啊？这样，你要是怕了，你就赶紧把门咔嚓掉。神龙令是如此之霸，让你如此时，真是暴殄天物。这废物就是废物啊！我接下来，可若谁是输了，把衣服脱了，你出去滚出去，多没意思。谁要是输了，不光要挨要跪在地上磕三个小时，然后喊对方一声爷爷，然后这苏氏集团的安保业还要交给。 好，神龙，你疯了？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敢跟我动手是吧？你死定！没事，老大，不是你不就是仗着神龙给你独家股份？这哪是一道之错？大哥，你哪来的武功？打不打？我赶紧滚！既然你着急送死，来，来，来，这不可能啊！你就是个废物而已。 还是废物吧！还是废物吧！是老范废物而已，你只是侥幸而已。怎么可能打得过我？怎么？我既然自然是和神龙女学过之招，对不住你这一个人情，当然是不在话下了。你已经输了，过来。 不用我帮你，小子，一定要死等着，一定要让你给我跪下。还有，这苏氏集团迟早都是老子的。拜拜。启禀主人，所有的苏氏集团因为安保合同问题业务受阻，这样下去恐怕不到一个月就会破产。给苏氏集团准备一份价值10个亿的合同，记住，不要有任何阻拦。 另外，继续调查关于阎魔洞的问题。首先，尊，这个小强，打算有点输，你看，实在不行。哎，写了又不让看，真是的。站住！过来。哎，你让我过来，我就过来。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不去。嗯。 你知道以前我看上你哪一点了吗？以前你对我毫无保留，掏心掏肺的对我，现在我怎么有点看不懂你了？啊，说，你和神龙殿主怎么认识的？怎么认识？我他妈就是神龙殿主，你问我怎么认识我？这个，浪哥哥，你就告诉人家好不好嘛？哎，难道今天没吃药？这个，浪哥哥，哎呀，我跟他是在公厕认识的。公厕？神龙殿主那样的人物还上公厕？我当然需要上厕所。哎呀，是这样子的，我上厕所，他也上厕所，然后他没带纸，他找我借，我就借给他了。这一来二去啊，我们就认识了。哎，你不会是骗我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感觉骗老婆大人啊？但神龙
臭美，神定主长得一定也帅。
属下无能，没有拿下苏氏集团，没能把苏若雪给您带回来。不急，慢慢说。属下按照您的吩咐，侵入苏氏集团的安保，以此控制苏氏集团。但没想到苏若雪那个废物老公半路杀出来，还拿出了神龙令。神龙令，属下拼死抵抗，可终究不是神龙殿的对手。属下无能，属下无能。神龙令世间仅存八枚，每一枚都价值连城。 苏若雪的废物老公不可能拿出你。秦延祖，再给属下一次机会，属下一定杀了神浪，把他的人头带回来，再把苏若雪弄回来。不急，神浪能拿出神龙令，并与神龙殿有些联系。我虽不惧神龙殿，但凡事谨慎。先跟他玩玩。玩玩？对，玩玩。等查清楚了他跟神龙殿的关系，再将神龙殿一举拿下，岂不美哉？ 言之未果，那神龙殿不过是土鸡瓦狗，不值一提。苏若雪，早晚是我的。哎，陈浪，你刚来这儿就在摸鱼，怕被刘总发现，把你给开除了。开除？谁敢开除？苏若雪都不敢，柳香香还敢？切！ 你就别再吹牛逼了！哎，人家苏若雪是什么身份？人家刘总是什么身份？你再看看你，你呀就一个周坑大门的。苏若雪又怎样？我给他三个胆子。吹牛逼！你这也就是在赶废物说这些话。要是刘总、苏总在线，那恐怕就得撂裤子，到时候你的工作丢了不说，连地方都没得住。苏若雪，苏总是你老婆？喂，你就别吹牛逼了，行不行？你再再吹呀！ 你刚递的老母牛都被你追上天了！哎呦，我们家苏总可是公司集团的董事长，那可是亿万身价，就你配吗你？哎，刘总，上班时间摸鱼，扣半个月工资。哎，这小子死定了！没事，我们就是为了扣半个月工资，这小子真没人敢做。苏总叫你过去一趟。哦，知道了。 哎，刘总，他为什么不扣工资啊？我举报他，我要扣职守。对呀，刘总，这小子现在没有工作，你应该扣他工资才是。你们两个扣一个月工资。刘总，这不对吧？这，对呀，刘总，明明是这小子玩忽职守，而我们两个也只是好心检举他。你要扣，要扣他，怎么能扣我的呢？哎呀，说实话，你俩不信任。 他老婆苏总，老婆，叫我过来干嘛呀？我还要工作的，我很忙的。工作？就你还工作？我怎么了？我就不能工作了？你还有没有权利？有没有人气？这世界还有没有真善美？你可别告诉我，你的工作就是摸鱼刷剧。 大爷，哎呦，哎呦，老婆，我工作累了，放松一下。行了，别贫嘴了，晚上陪我去参加一个宴会。好啊，混吃等死。哇，这咱，你，你就穿这身儿啊？等一下，我陪你去买件衣服吧。哦。苏总，抱歉，他们。行了，我先下去了。 我见见你，不可小觑。见到姐夫了就打声招呼。没大没小的，姐夫，你也配做我姐夫？你不过就是路边的一条野狗吧？给你两口吃的，真把自己当人了？好狗，给我滚远点。乔星，沈老师，你姐夫，你怎么能这么跟他说话？不过是一条野狗，遇到了一个傻主人。听见了，野狗，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，你这种姑娘。 也配想用苏若雪？你这种姑娘，也配想用苏若雪？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们出去。我的好姐姐，咱们是一家，这苏氏集团也有我们的一份吧？苏氏集团是我们苏家与你同宗苏家，这是苏氏集团所有股东的授权书，股份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五。这个月，你要是再做不到百分之二，
那你呀、啊，就等着把这个董事长的位置交给乔欣吧。父亲竟然也……当初你若是识相啊，把苏氏安保交出来，这以后兴许还能当个主管。但现在呀，你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。不过姐，你放心，我这个当弟弟的呢，欣赏，我可以给你安排一块新职务，以后你就在我身边，给我捏泡芙、捏金炉、洗衣做饭。好点了，天冷了，得给我冷着，得穿女服。不去的，他妈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你一个小畜生，你反了天了你！你个臭要害的，你敢打我你？什么？打你还要报备啊？打你还要报备啊？我知不知道你是谁？你敢动手打我？我告诉你，你死定了！苏若曦，你若达不到要求，你就等着给我滚出去吧！你怎么忍？赶紧滚！老王，碍事的人呢？已经滚了，带我买衣服吧。老婆大人请。嘿嘿。你呀、啊，还是不那么让人省心。谁叫那个乔欣犯贱？他不犯贱，我也不会打他呀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有理。哎呀，老婆，我想回家。不是，老婆，一个宴会而已，至于吗？这次宴会可是关系到我能达到股东要求，若达不到要求，我可要被扫地出门了。嗯哦。你知道我被扫地出门是什么后果吗？啊？什么后果？我被扫地出门了，还怎么养你啊？哎、你整天不工作、不上进，还混水摸鱼，你想让我去大街上捡垃圾养你吗？老婆大人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老婆大人万岁，老婆大人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谁让我选择了你？你呀、啊，就算不上进，也稍微支棱一下行不行？让我省点心。老婆大人，你放心，以后啊。我绝对不会拖你后腿。等十个亿的合同一到，你应该会轻松一些吧？嘴上说的好听，我还不了解你，你不添乱也就烧高香了。老婆大人，你放心，以后啊，你让我往哪儿走，我就往哪儿走，但凭趋势，绝无二心。哎呦喂！哎呦，带这么一个吃软饭能光浪费主，你也不嫌丢人，这脸呀、啊！还真是够大。微微，这两位你也不介绍一下？这是我的傻表姐苏若曦，另外一位是我这个傻表姐的废武功，也不用多介绍了，反正呢就是一个吃白饭的懒东西。原来是苏若曦小姐呀。苏微微，你嘴巴放干净一点。怎么，我说的都是事实啊，现在说这话都犯法。我的傻表姐，你跟这么一坨臭狗屎，难道还不够傻的？你就不能学学我？我男朋友赵英伟可是昊天集团的经理，嗯，有钱有势，一表人才，比你们家那个破废物强上百倍、千倍。苏若雪小姐呀、啊，你说你人长得这么美，怎么就跟了一个废物呀？不如、啊、跟我这个小瘪三。啊，这一看他都是肾虚啊，不像我有钱有身份有地位，最重要的是身体。我保证苏若曦小姐你天天快乐像神仙。哎，林哥怎么这样？哎，我这差点忘了还有你呢，小宝贝。哎，放心，我是不会放弃你的。嗯、哎、怎么样苏若曦小姐？哎，你们这帮傻逼怎么一天天这么多事儿啊？啊！哎，你个废物，你敢动手，你是不是要活了吧？哟，软蛋也硬气，太阳从西边出来，你以为你是龙哥的对手？龙哥一根手指头就能戳死你，听见没？你个废物，赶紧跟我松手，不然我打断你的狗腿！哎呀！这话真……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昊天集团的经理，你敢动我，活着不耐烦了是吧？你这个吃白屎的，你要干嘛不成？还不赶紧放开龙哥！我要废了你，然后在你头上撒尿！你敢得罪昊天集团，你完了！你这一天天活得倒是挺精彩，苏
苏威也够了。苏若雪，我给你面子叫你一声表姐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人物？不给你面子，你只是个婊子。啊、你说什么？你打我？嗯，不打你，难道请你吃饭吗？你给我等你。你们等着，得罪了昊天集团，你们完了。到时候我让你跪下来，我剜死这个臭婊子。你就现在嚣张，等到时候你被苏氏集团赶出门，我看你拿什么得意。等着，给我等着。苏若雪，等到时候你被苏氏集团赶出门，我看你拿什么得意。给我等着。老婆，你看看。一点也不冷静，都把人家得罪了，真是的。哎呦，你还教训起我来了，你动手比谁都快，还好意思说我。我这不是为了保护你吗？嗯，哎呦，老婆，这身衣服也太别扭了。哎呀，适应一下吧。好吧。哎，好吧，我有个电话。先过去。每次到关键时刻你都掉链子，又要去拯救边疆了，速度快点，我可不等。啊？哎，主任，您给苏家的十个亿合同出了点问题，叶家想就此合同来要挟苏小姐，您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叶家还真有点意思，我的女人都敢动。听说神龙集团就十个亿，有叶少轩的秘书。这是真实的？那可是神龙集团，区区十个亿而已，定然是真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同学，我来晚了。快看看是谁来了？这不是苏总吗？苏总可是大忙人，居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还请各位见谅。苏总现在呀，是苏氏集团的总裁。我们倒是想试您，怎么敢得罪您呢？是呀，苏总现在恐怕连叶少都不放在眼里吧？真是抱歉，是我错。对，大家都是邻居。若雪，既然来晚了，那就按照规矩。好，若雪果然好酒量啊！既然如此，一杯怎么够啊？怎么也得三杯。宝贝儿。说的对呀，苏总这样的大总裁酒量一定好，必须得来三杯。苏总，苏大美女有请。可是我酒量不行。我看不是酒量不行，是瞧不起我们家老同学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就把这三杯酒都喝了，喝完咱们还是好同学好朋友。这酒我替他喝。你是哪根葱？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这位是？他呀，是我们苏总的老公。我们苏总好眼光，千挑万选选了个小白脸，是小鲜肉养到家。哦，原来你就是苏家那个混吃等死的废物赘婿啊！失敬啊！既然苏总的老公想要出头，来。那这三杯怎么够呀？既然要喝酒，那咱们就真男人的第一杯。你也别说我欺负你啊，我喝一杯，你喝一杯，你敢吗？这疯了吧？这个是53度的烈性酒。是啊，我看他是真的不怕死。神啊，你能别吹牛啊？53度的酒你喝一瓶？不是一瓶，是三瓶。乔九，起来你啊！看这刘总就是个花架子，一杯就倒，这真是丢脸。果然好酒，
不愧是若雪的老公，真是好酒量。没想到若雪的老公除了吃软饭还有点本事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公司呢正好缺一个职位，你来我们公司上班吧，正好缺一个陪酒的。你就是给我老婆十个亿的叶枫啊。你算了什么东西，你可是混叶少的公司。叶少手里可是拿着十亿订单，这订单要是给了苏家，苏家可就因此飞黄腾达了。而你只是一个靠女人吃软饭的废物。哎，这可没什么好吹嘘的，都不值一提吧。若是苏小姐愿意赏脸的话，我倒是不介意把这十亿的合同给你们苏氏，这样未尝不可。叶枫，据我所知，这笔订单本来就是属于苏氏，你充其量不过是个传话筒罢了。沈浪，你知道个屁！我告诉你，这些消息可都是江州权贵的内部消息。你还十亿合同，你怕是听都没听过吧？苏若雪。我听说苏氏集团最近不好过呀，我还听说你要被赶出家门了。苏总啊，你这个废物老公跟叶少相比就是死狗一条，只要你今晚伺候好了叶少，叶少动动小指就能让你们苏家吃青红。若雪，我呢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只要跟了我，我保证你们苏氏集团能拿到神龙集团十个亿的合同，从今往后呀，你们苏氏将成为江州第一。我小逼崽哪里包啊？合同是您决定的吗？敢打我老婆，我看你是找死！你个垃圾，敢动我，放开！沈浪，快放手！这笔订单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老婆，这笔订单真的是我当神龙集团给你的？这里所有人都知道，订单是由叶少决定给谁的。你能不能不要说大话了？我需要时候你不在，你现在又去女人宫了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公司欠我，你个废物，还想冒领叶少的光芒？我说的是真的。够了，没有担当，满口胡言！你们不要在这给我丢人现眼。这么多年，你只会拖我后腿，有办过一次吗？现在，立刻放手！哎呀，你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，你还敢对我动手？叶少，对不起。啊，苏若雪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跟我走，拿走十个亿。还是跟这个废物被赶出家门呀。叶枫，上了这种你做不了主。一个废物大话如此也不会傻了舌头。一个废物大放厥词也不会傻了舌头。你一个赖在苏家的癞蛤蟆真把自己盘菜了。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呦，我的好姐姐，你不会真当自己是苏家家主？你带一个扶不上墙的废物来参加宴会，我若是不来，这苏家的脸就是让你们用尽。叶少，这个废物冒犯了您，希望您见谅。若雪，还不快过去给叶少道歉。爸，明明是他们三番五次。给我闭嘴。身为苏家的继承人，本应以大局为重。叶少，您看这神龙集团的十亿合同能不能做出？这十个亿的合同给你的苏家也不是不行。叶少，您说只要您将这十亿合同给我们苏家，但凡是我能做到的我全都答应。哦，很简单，把苏若雪送到我的房间陪上我一天，我就把这十亿合同给你苏家。叶枫，我看你是找死啊。我看是谁这么大胆。龙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啊。龙哥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叶少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们认识？赵家和叶家同是江州豪门，自然是认识。哦，既然啊，二位认识，这小龙呀，苏家的好女婿。您看这合同，再商言商，十亿合同，这毕竟是神龙集团的，想要？可以啊，就要看苏若雪小姐给不给我面子。苏若雪，这可是关乎我苏家将来能否攀上神龙集团。叶少姐姐，你还不快接着？好姐姐，作为苏氏继承人，不会连杯酒都不愿意喝吧？这可是十亿合同，区区一杯酒就能攀上神龙集团，多么划算！唉，难得叶少敬酒，那可是别人都没有的荣幸啊！老仙人啊，可不要给脸不要脸哦。爸，
我若雪，把酒喝了，喝了。啊！林先生，您看这酒也喝了，这合同是不是？啊 ？No no no！ 我有说过，把酒喝了，十亿合同就给你。嗯，最后一个条件，我要让你陪我睡一觉。林峰，我看你手不想要了吧？林峰，我看你手不想要了吧？你妈的！若雪，就一晚，你看。爸，你可是我爸，你竟然……身为我苏家将来的家主，为了苏家，你也应该为我苏家为重。苏家为重，好一个苏家为重啊！把自己的女儿推到火坑里去，苏家好啊！闭嘴。别忘了你的身份，要是没我苏家，你早就饿死了。就是，人家叶少花十个亿，只供完一个晚上。你去问问，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你一个看到女人吃饭的废物，今天十个亿摆在你面前，还不赶紧把你老婆送出去？哎，就一个晚上而已吧，兄弟。我玩完洗干净送给你，这不就完了吗？你又不损失什么，是不是？卖女求荣，好一个苏家，我真他妈后悔把订单给你们。爸，之前我都听你的，但这次我拒绝。你相信我，就这十亿订单，我肯定。你闭嘴！个混账东西！叶少，让您见笑了，您放心。我今晚一定将这个不孝女给你送到房间。哦，那资源是不错的。苏若雪，我等这一天真的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哎，小子，我想说，作为一个男人活成你这样还真是窝囊呀，自己女人受委屈了，你都无动于衷啊。叶枫，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今天只要有我在，你们休想动苏若雪一根汗毛。石浪，他们是你的贵人，又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你快走。好吧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回来就回家了。没有我跟叶少的同意，走不了。石浪，石浪，你没事吧？石浪，你快走。老婆，我现在带你回家。你放心，今天我不会出手的。往哪走？老子今天废了你这个废物！住手！小萧，石浪，我好难受。不好，这酒里有毒。走，我带你回家。好了，宝贝，回家了，好好休息，快睡吧。石浪，我好难受，我帮帮我。叶，叶，啊，快找我！我没有本事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快快去吧。小肖，属下听令。赵华，陆雪，是。我去杀几个人。叶家重地，不能擅闯。不想死，赶紧滚。喂，我腻了。让你滚，你他妈没听见是吧？
那就麻烦老哥。嗯，拿着个画上。嗯，叶少能够开口，那可是我赵云龙的荣幸。再说叶少的实力，随便配一个人就能扒了那小子的皮，何必让我出手呢？还不是因为规矩多呀，不能暴露阎罗殿，要不然我早就把苏若雪绑过来了，天天玩。现在也不晚，等龙哥收拾了那小子，叶少，您可是手握神龙集团大合同，我就不信苏若雪那个美人不乖乖就范啊！我一早就看那个贱人不爽啊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叶少，等你办了他，借我玩几天呢？我要把他踩在脚下，给我舔鞋。好说，等我把他绑过来，到时候小柳，龙哥，咱们一起玩啊！这下可有口福了。苏若雪这般绝世美女的滋味，我可是不期待。好说好说，到时候抓过来，咱们一起玩。好。叶枫，我来取你的命了。哦，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你这个狗杂种啊！怎么后悔了？准备把你老婆送过来，趁我玩个痛快呀、啊！你还真是大言不惭，臭小子！就凭你那两下子，给叶少提鞋都不配，我看你他妈是活腻了！哎，不用叶少，我一根指头就能搓死你，叶枫。你想怎么死？你们好好看看他，我怎么感觉像一条小狗一样汪汪大叫呢？啊！听见了吗？你这个废物，还不乖乖把你老婆送过来，不要给脸不要脸。忍了。我呢，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头，再自断双臂。然后再求着北朝玩一弄，我呀就可以大发慈悲饶你一条狗命。杂碎，敢动叶少，你他妈找死！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现在跪下来，爬到我面前，我可以留你们一个全尸。你敢打我，你死定了！给我上，给我上！你他妈找死！敢动叶少！我他妈今天活剐了你！小子，柳哥可是空手道八段和七道九段的顶尖高手，他只要随随便便动动手就能碾压死你。上次算你小子走运，这次可没那么好运气。今天要是不替叶少出口气，我他妈就不姓柳。这，现在该轮到你们了。这个废物东西，他除了吃软饭还会什么？我看这就是碰巧。没错，就是个废物，之前那样做都不敢回首，这一定是个巧合。这个小子，让你给我捉迷，让你捉，我让你捉。你敢打我，我一定。你要什么？你不会连女人都要打吧？女人是不是个男人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跟我道歉，我还可以原谅你。这话真毒！别过来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阎罗殿之一的泰山殿继承人，你敢动我，你就死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阎罗殿那可是当今世上杀手排名榜第一，只有神龙殿能跟你相比。你啊，还是赶紧滚！你要是敢动我，不仅你要死，你老婆、你家人、你全家上下每一个人都要死。哎，怎么？那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
你现在跪下来叫声爷爷，再磕一千个响头，我就养你一个狗。啊！疼！你敢打我，爷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不，对不起，我懂。爷爷，我错了，爷爷，认错他也不能承认。我来帮帮。不用，不用。这样才真诚，你觉得呢？是没说的，那就好。你不是喜欢磕头吗？磕吧。是你我错了吗？别说我错了，是我错了。真好，那我就去死了。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头晕？有没有想吐？有没有恶心的感觉？没有啊。那就好。叶枫那些人太恶心人了，我就不该去什么同学会。叶枫他不是死了？什么？死了？嗯，不止叶枫，还有那个柳文光，还有他女朋友。啊，对，还有那个赵一龙，他们都死了呀。你看我干什么呀？他们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今天突然就死了？我哪知道啊，昨天晚上是我送你回来的。听说是仇人报仇，杀了叶家猛，全家老小无一幸。现在他们家连一只苍蝇都没有。这故事你看呢？怎么可能啊，我怎么会是神龙店主啊，对吧？也对，阎罗殿高手众多，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嗯。这就是你说的给我做的饭？对啊，不然呢？啊，我懂了，给你加个警醒的。我让你加两个，让你加饭，我让你加两个。加仨。你，我太聪明，明白，加五个。好吧，吃，来我喂你啊啊啊！不是，不，咋了呀？咋哭了？苏氏集团没了，我怎么养你啊？你这个废物！我偏偏真行。苏总，据我所知，神龙集团一直在考察合作伙伴。而我们苏氏集团名列前茅。你不要安慰我，我只想当一条咸鱼。哎呀，好了，老婆，你别哭了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我不听。我给你准备了十个亿的合同。十个亿？你骗我，我才不信呢。真的，我给你保证。喂，谁呀、啊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马上过去。我靠！你安排的这么快？我还没来得及通知呢。啊！哎呀，你们别聊了，苏薇疯了。啊！疯了！他们说叶枫被杀的时候，苏薇薇也在场。啊？这怎么可能？废物，这里有一串血脚印，根据推测是一个女人，要不要斩草除根？不用，先清理有关龙主的所有消息。遵命。先不跟你们说了，事关苏家。哎，等等我！科长，继续调查一个叫做大人的事情，着重调查一个叫做严主的人。此人是阎罗殿的背后之主。是，属下遵命。龙主，那个苏薇薇，一定是若雪的表妹，
另外，尽快把10亿的合同给到苏家，我不想让若雪太辛苦。是。我是小灰鸡，我是小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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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，来人！拦住他，千万别让他跑出去了。头破苏家的脸上丢尽了。你们退下吧。微微，微微，你可别下马呀。抓抓泥鳅，抓泥鳅。我是神龙殿主，我才不去。幼稚幼稚。微微怎么样了？能不能治好？你才有脸问，要不是你，微微能成这样吗？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苏若雪，你可真行啊，当个家主的也想大方抵赖吗？我怎么抵赖了？哎呦，我的好姐姐呀，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儿，不仅打了自己弟弟，还对我微微表姐下手，打完转头就忘了，你害她这番下场，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？我看呀，再让他当几年苏氏集团董事长，他怕是连自己父亲都不放在眼里。是，我动手打人是我不对，但那是……哎呦，有人承认自己动手打人了。你动手打人还有理了？你们够了！不变之物，大哥，你可得给微微做主呀！你身为苏家的家主，你可不能偏袒自己的女儿。就是啊，自从他当了苏家集团董事长以后，苏家一落千丈。老爷，您作为苏家家主，得为苏家考虑考虑。既然没有能力，就早点补齐。姐姐，你放心吧。我已经找了江州最有名的大夫来给您。我觉得呀，某个人早该离开董事长位，还养着一个白吃白喝的废物，这种人早该滚出我们苏家。好了，既然如此，谁能治好微微的病，谁就是苏氏集团的董事长。爸，苏氏集团都是因为他们。闭嘴，不上进。你看看你找的这个废物老公，你知道江州的人都是怎么笑话我们苏家的吗？说我们苏家的苏若雪鬼迷了心跳，找了个废物当老公。就是，你还带着这个吃白食的女主人呀？大师，您来了。不知是哪位入了魔障。大师，是我女儿苏微微，求求你救救她吧。神龙大神龙大人为乾坤大挪移。大师当真是神人也。待老夫查看一番。此乃煞气入体，冲击神魂，动摇了三魂七魄。大师，那您可有办法吗？办法需要寻找身份、命格、尊贵之人，其血点入眉心，封神定魂。身份尊贵，哼，那还真是巧了。我儿子乔西可是手持神龙令。神龙令可是当年神龙殿主亲自发下，世间仅此八门。要论身份尊贵，我儿子乔欣可是世间除神龙殿主之外身份最尊贵。神龙令，神龙令现，众生成佛，如龙主亲任。神龙令，这是真的神龙令。没想到老父我临死之前还能够有幸亲眼一睹神龙令，有死而无憾了，请受老夫一拜。老夫一拜。这真的是神龙令？还真是神，用来向我装逼，
还让他撞到了？神龙令出，众生成佛，莫敢不从啊！如龙主亲临，拜见龙主。爸，是您儿子，您不用理。您是我爸的儿子，咱们是一起的，自然也不用管。行，不愧是我的好儿子，爸没白疼你。我们苏家有你，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呀！借助这神龙令，我苏家就可以飞黄腾达，直上青云呀！哎，乔欣，这神龙令如此珍贵之物，你是从何而来呀？偶然所得，运气好。去吧，不要让我失望。多谢严主，属下一定不会让严主失望。运气，我可不记得神令给过姓乔的人。啊哈！我儿有龙主之姿。老爷，你就放心吧，苏家有乔欣啊，将来必定能成为今天第一家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不愧是我的好儿子。我的好姐，还有你带回来的那些废物，面见神龙令不跪，当真不怕死吗？神龙令出，如同神龙殿主亲临，面对神龙殿主不跪，那可是死罪。都怪你，刚才不跪，现在怎么办？你不是说你是神龙殿主的朋友吗？你快想个办法。你哪里气喘气喘？怎么了？你不是很牛逼？你不是很能打吗？你能打怎么了？你能打得过神龙令吗？啊？这样，你给我跪下，磕三个响头，饶你一条狗。让我跪，你还想谁啊？当真找死？神龙令下，如神龙殿主，你敢说神龙殿主？你当真不怕掉脑袋？乔欣，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你能不能？哎呦喂，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，刚才也不知道是谁呀、啊，遇了一个吃白食的残废，连自己的弟弟妹妹都打了。像这种人，早该逐出家门，免得损坏我们苏家的名声。我的好姐姐，你要想让我找他去，也不是不行。这样，你跟他离婚，做我老婆。你、嗯。胡说什么呢？哎呀，老爹，乔欣跟苏若雪本来就没有血缘关系。若是乔欣娶了苏若雪，那乔欣既是你儿子，又是你女婿。俗话说，一个女婿那乔欣也就是你的亲儿子，咱们啊就是亲上加亲。这或许是个好人，这样一来，我苏家也就后继有人了。老爹说的是。就省让这个混吃等死的女，留着他有什么？哪里比得上咱们家乔欣啊？早就应该让他滚！怎么样，我的好姐，你要是同意，我就饶他一条狗。他妈找死了！闭嘴！一个吃白食的残废，有什么资格插嘴？若雪，心儿如今手持神龙令，身份尊贵，如神龙殿主，这呀是你的福分。你们这些人真是……啊！神僧万岁！老夫虽然可以压制，但这时间一长，必定会一辈子吃杀，必须尽快的治疗。哎呦，大师，那你赶紧医治啊！狗东西，待会儿再收拾。老夫需要衣冠，各位的尊贵命格，需要最为合适的人来医治。在座的。要论尊贵，谁能比得上我儿子乔欣？他手持神龙令，除了神龙殿主，谁还能比他更加？至于这条臭狗，看都不用看，街上要饭的低贱命。乔龙主虽然是尊贵无比，但无忧不起，若是太过尊贵，三魂七魄承受不住，怕是会一命呜呼。我策，我要一冠尊贵啊！你是家族脉络中一条金线，但并非富贵，反而会……
小龙女之母果然富贵不凡，手相上龙母脉若隐若现，要保护你。那是怎样？我手持神龙怒，我母亲自然是龙母。你找死啊！笑什么？喂，不好意思，我想到了开心的事。神龙，我手持神龙怒，如神龙殿主亲临。我说我母亲是龙，你有意见？就是，也不看看你什么身份，乔少爷能让你多活一会儿，那是他对你大发慈悲，还不赶紧跪下谢他！哼，龙母，你妈也配呀、啊？小瘪三，你找死！如果你现在给我跪下认错，我还能饶你，否则我定把你扒皮抽筋，以示我神龙殿主之位。行了，先救人要紧。爹，你他妈多想着，待会儿看我怎么弄死。这竟然是龙凤之父啊！凤有凤躯，龙有凤身，家中出龙出凤，贵不可言，贵不可言呐、啊！请受老夫一拜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不是理所当然吗？我家乔欣啊，自然是龙，这凤嘛，那就是苏若雪，可不就是龙凤之脉吗？龙凤脉象。虚实不定，龙脉剑影，凤脉纠缠，这大师这是何意啊？虚实不定，那肯定是我家乔欣跟苏若雪还没成亲，只要成了亲啊，那就是龙凤相交，一片祥和。嗯，有这可能。而且乔龙主，请我老夫一看。我如此尊贵也罢，好让你的谢人开开眼。果然是龙脉古玉，就是神龙殿殿主在此，也不过如此。请受老夫一拜。哪里哪里，我家乔欣啊，有龙主资质，将来呀、啊，必定是世上最尊贵。龙有凤主，老夫何其所能，能一睹凤主容貌啊！他脑子是不是有病？可能，也许吧。哦，苏若雪，你有这等好命啊，那都是因为我儿子是龙主。你要是识相一点，就赶紧把这剑主给我踹了。和我儿子结婚。妈，别急嘛，等大师给这个废物看完，我若雪姐姐自然知道谁是良缘，而谁又是一文不值的烂。看都不用看就知道他是街上要饭的贱命。哎妈，得看，这要是不看呢，那个狗东西怎么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。嗯，说的对，像沈浪这种贱骨头啊，可没有一点自知之明。啊！人贩子，大声说出来，这沈浪这个贱人。啊！这，你才是真正的神龙殿殿主。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，请龙主赐我一死。小老儿能够死在龙主的手下，死而无憾。不可能，他不过就是挂在苏家混吃等死的一个贱骨头，怎么可能是龙主？就是，也不看看他那德行，我儿乔欣可是手持神龙鳞，他才是龙主，他怎么配呢？神算子大师，您是不是认错了？沈浪，你该不会真是神龙殿主吧？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会是神龙殿主呢？我什么身份啊？我要是神龙殿主，还能让你养我吗？好像是有点道理。
神龙殿主姓李，尔等还不跪下拜见，这是想死不成吗？神浪，你还真能隐呀！神龙殿主是吧？你也不看看你那副臭德行！你说你是？行，证明拿不出证据，因为证据在我们这儿。我他妈才是龙主！对，一个贱，一个老骗子，两个人合伙起来演戏。你说你是龙主，那你的神龙令呢？连神龙令都拿不出来，真是笑话！沈浪，为了在苏家混世，真是煞费人心啊！这样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跪下，认错，道歉。神龙令来了，听见了吗？神龙令一出，神龙集团立马就。这难道还不够证明我就是神龙殿主吗？神龙集团和苏家苏瑞雪小姐十亿的合同一份。看见了，这些就是我送若雪的聘礼。这是天佑啊，苏家！看来我苏家这是要扶摇直上啊！不愧是我的好儿子，不像这个沈浪。连我儿子的一根毛都比不上。好儿子，我们的好儿子。龙主在上，请呼应我女儿。行了，你该不会说那些东西是你，而你才是真正神龙殿主？你说的没错，这些东西啊，就是我的。我才是真正的。神龙殿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我苏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你这样笑话，我看你就是个傻逼。还神龙殿，你又没有神龙令牌。神龙集团听令，把这个小瘪三给我拿下。哎呀，神龙令我确实没，不过。我有这个，你拿了个什么破牌子，就敢冒出神龙令？就是，也不知道在哪捡的破铜烂铁，随随便便染个颜色就说是神龙令了。神龙集团的，你们还不怕把它拿下？对，把这个冒充神龙殿主的家伙给我扒皮抽筋。五马分尸，丢人现眼，丢人现眼样，真是无能。沈浪，怎么办呀？你快叫你的神龙殿主想想办法。我都要死了，你还不慌？拜见戴龙骨，拜见戴龙骨。你们眼瞎了吧？我可是手持神龙殿，如神龙殿主亲临。你们不跪，而跪这个小瘪三！我儿子可是手持神龙令，那就是你们的主子。你们不拜见我儿子，拜见这个小瘪三！竟敢对神龙殿主不尊，掌柜！你们，我儿子可是手持神龙令！这一巴掌是看在你儿子手持神龙令，要不然。让你今天血溅当场！儿子，他们欺负妈妈，你要替妈妈做主啊！你们敢打我吗？分明就是不把神龙令放在眼里，分明就是不把神龙殿主放在眼里。神龙令，时间只有八年，见神龙令如见神龙殿主，可提神龙令，时间如此易。今神龙令一出手，世上只有一种声音，就是你手持神龙令也得跪。一定是假，他怎么可能有此阵势？绝对是假。就是，整个江州谁不知道他是苏家的废物女婿？他何德能获取紫金神龙令？真的假的？应该由我们神龙殿来辨别。现在
面见紫金神龙令，哼，犹如见神龙殿主，为何不跪？我不信，我才是神龙殿主。面见紫金神龙令不跪，按例撤回。你干什么？找死啊！放开我！老爷，你快救救乔姐，他不是你亲儿子。这位神龙殿的大人，可否看在我苏家的面子上？面子？你们苏家有什么面子？再说，你求人求错了，你不应该求老夫，你应该求老夫。是了，可否放了乔兴这一次？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你弟弟呀、啊。这个。你可没良心呢！乔兴可是你亲弟弟，你既然要你亲弟弟给你下跪，你是不是让你父亲也给你跪下？什么？行吧，龙主命令，把人放了。神浪，你别得意太早，你别以为拿着紫金神龙令，你就真是神龙殿主。得罪了我阎罗殿，有你好果子吃，给我等着啊！苏若野小姐，这是神龙集团10个亿的合同，请您签收。这真是神龙集团给我们苏家的？准确的说，这是给苏小姐。只要苏小姐当一天苏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们神龙集团就和苏氏集团合作一天。这真是神龙集团给我的？当然是给你，谁叫你是我的好老婆呢？只不过只是使用了一次紫金神龙令的机会哦。神浪，求求你救救薇薇！从今往后，我一定支持落雪做我们苏家的董事长。薇薇也怪可怜的。好吧，徐亮先生。沈先生，您确定这样一来紫金神龙令用的次数一到就要归还神龙殿了？什么？归还？不可，万万不可。紫金神龙令可是我苏家飞黄腾达的通行证，不可，绝对不可。神算子大师，还劳烦您出手呀。只要您能救好薇薇，我愿意出1000万。老夫也无能为力。沈先生手持紫金神龙令，身份贵不可言，苏薇薇小姐承受不起尊贵的血液。不行，那也不行，绝对不能使用紫金神龙令。那可是紫金神龙令呀，世间只有一次，是保佑我苏家飞黄腾达的宝贝，绝对不能用它来救傻子。哇，都什么时候了？神浪，求求你救救我女儿，薇薇已经疯了，我这当母亲的心都要碎了，之前都是薇薇的错，我向你道歉，我向你道歉，我向你道歉。哎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沈浪，你如果还想跟若雪在一起，你就把紫金神龙令交出来。我是小昏君，不救妾！小昏君，君，我同意啦，快把这个疯子拉走，拉走！沈浪啊。怎么了？说说吧。说啥？说说你和神龙殿主怎么认识的。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，我跟他就是在公厕。我说都真的。我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我跟他真的是偶然相识。你当然是是不是？没有偶然认识，人家给你个神龙令也就算了，现在又给你个紫金神龙令，世间仅此一枚，这么珍贵的东西能随随便便就给的吗？
你没看见霸位的紫金神龙令已经不管家里了？说实话，我跟他是什么？是远房亲戚啊。对，我的表哥。神啊，没想到呀，你藏挺深的。这还不是被罗大人发现了？哎，你说神龙店主是你表弟，那他是不是跟你长得很像？那当然了，跟我一样帅。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见神龙店主？你不是已经见到了吗？说的也是，既然你们长得那么像，那神龙店主也没什么新奇的。哎，你不是最崇拜神龙店主了吗？但是一想到他穿大背心大裤衩的样子，瞬间心里平淡了许多。那你想不想看我穿上神龙店主战袍？你们气质都不一样，怎么穿呀？哎，我气质怎么了？我和神龙店主气质简直一模一样，好不好？就你，哈哈，你什么气质？街头老大爷的气质一模一样。我气质怎么了？我气质难道不像神龙店主吗？神龙店主，你看看你老大爷的气质。哎，你要再这么说我生气了。生气？生气怎么了？生气也是改变不了你是老大爷的气质。我现在跟你说，你要再这么说我要打击报复了啊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不错，晚了。阎罗殿的消息如何了？回龙主，我们已经确定张磊的张家就是阎罗三殿之一的转轮殿，还调查出阎罗殿存在四名四大高手，他们统称为四殿阎王，而统领这四殿阎王的人被称为阎主。你是谁？阎主之力，整殿送你上路，我杀！杀！四殿阎王和阎主以及乔星乔兰二人消息如何？回龙主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乔星和乔兰都是阎罗殿的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谋夺苏家的资产。乔星乔兰还有阎罗殿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继续调查吧，关于阎罗殿的一切。什么经历？让这个小瘪三，早晚要杀了。别急嘛，兄弟，来，先喝一杯。要杀沈浪还不容易啊？那个废物，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块紫金神龙令。据我所知呀，这个傻子用紫金神龙令救了苏微微那个。他就是一个傻逼。你说紫金神龙令这么珍贵，他却用来救一个傻子。行，沈浪，这次没了神龙令，看你怎么死。所以啊，他就是个废物，要弄死他还不容易？张哥，您要有什么好办法，直接告诉兄弟们。我当然有办法了，不仅可以让你拿到居家所有的家产。还能完成阎主的任务，而且呀，最重要的是还能杀了神。来，喝酒。张哥，那兄弟该怎么做？别急嘛，等会儿人来了你就知道。好。啊。不是因为我会在苏家丢那么大的脸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泰山殿被灭门的时候，他是唯一的活口。等到时候我们拿下苏若雪，再杀了沈
把他一起送给燕子。丹哥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让沈浪跪在我面前了。别急嘛，来，别害怕。哎，大半夜的谁发信息啊？哎呦，张磊这小子行啊，有点不厚道啊，就发这一点。菲菲，不行，我不能放任他一个人跑。哎，你要不然就让他自生自灭吧，你忘了他以前怎么骂你的吗？唐，你嫁给谁，我就嫁给谁，嫁给同一个男人，一起做姐妹怎么样？哎呀，讨厌死了，哪有你这样子的？我们以前，自从我当上苏氏集团董事长之后，我们之间……没办法了，那还是由我亲自出马吧。你，沈浪，你……难不成我还让你去吗？你去不就是白给吗？不要忘了，我毕竟还是神龙殿主的表哥。放心吧，我把你的好姐妹安全带回来了。嗯。要不然我们报警吧。报警没用，张磊是张家的人，你就放心吧。怎么着我也是和神龙殿主学过两招的人啊。小心。嗯。小子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滚。我来了。沈浪，你快走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狗屁。沈浪，你让我等的好辛苦，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我为什么在等？我已经来了。然后 ，no，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嘛。啊，沈浪，没想到你这个窝囊废运气还真好，居然能攀上神龙殿。谁让你们神龙殿最近不长眼，敢动我颜子，我只能杀了你正阎罗殿威。至于神龙殿。我们会留下，就给你们这些废物，别敢对神龙殿发火，是吧？神龙殿，我阎罗殿高手，十殿阎主，更是大宗师级高手，更不用说我阎罗殿阎主，那是举世无双。我告诉你，定他们！沈浪，是不怕，不怕就跪下。给我磕999个响，少一个打断你的腿。小子，我知道你现在还拿着小吊布，这样给你，你现在跪下来还我一身，爷爷大发慈悲，说不定能饶你。我若是不呢？不，那就看这个大胸妹的老姜了。把合同签了，是吧？你如果不签的话，你试试就大胸妹跪，我不试试。你要是不想让我死，赶紧签！放！放！沈浪！沈浪！上当！多可惜了。这狗东西现在听不见，谁能想到喝点这个你命都搭上。谁说我死了呀？这到底是谁？是到底是谁？我是苏家的废物女婿，是苏若雪的窝囊废老公，是在家混吃等死的米虫，是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，是镇漠北百万雄师铁骑踏进的士兵，是一人一刀击退倭寇犯境的小卒。我是谁？我是神龙，神龙殿主。神龙殿主？神龙殿主是个屁，你就是一个臭虫。是吧？你能接住吗？能接住时刻，你可以。要是接不住，
就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就这些啊？就这些啊？不可能！怎么可能是神龙店主啊？我们是人是鬼？快点，快开枪！姐夫，我错了，你给我个信，看在咱们是你家人的份上，你放过我吧。你看不到，怎么接过来？我给过你的钱，有什么用啊？住手！你死定了！老夫来迟，少子，快杀了他！对，他给我剁成肉酱。老夫，我必将其打断其五脏的筋脉。刚才烧炉人心头之恨，人了，这是我转轮殿第一杀手天煞，当年金海第一家族沈家，就是他带灭口，你死定了。沈家天煞，韦主任，沈家已经肃清完毕，不论人畜，男女老幼，全部斩杀完毕。韦主任，沈家小儿子未遂找到。家这小子他不保护人，继续搜索，是命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主任，行了，我承认你的本事，但天煞可是实打实的大宗师，天煞不毛能掌握，一根手指头就能灭了。年纪轻轻便有宗师之境，该当罚刑。但不过还是井底之蛙，不明白宗师与大宗师之间的差距。我天下名门乔西，今日老夫杀了你，也是你的荣幸。那你竟敢告诉阎王我天煞？哈哈哈！原来是你呀、啊，原来是你。今天我们所有都得死。可恶！你还敢笑？孩子，作祟未果。你们这群杂碎！一起上吧。是。是。他妈的！两个就不信，还能把他们接住？滚呀！先生，你的狗都死干净了，该你了。有良心，不过还是够谨慎。秘技，隐身。今日必死无疑。在我的手，是你的命运。此乃是天山寒天铸造的寒冷铁链。坚硬无比，就算是数十匹野马，十头老虎也拉不断。沈大，不用白费力气。被此炼骨缠绕之人，会逐渐品尝到深入骨髓的寒冷，最后你的骨头只需轻轻一碰，掉的连渣都不剩。沈大，你不是能接几万吗？再接一个我看看呀！啊。区区寒锁之物，别想困住我啊！这可是大宗师全力一击，怎么可能？本来爷爷是想陪你玩一会，既然被你发现了，去死吧！阎罗王大人。我会放过你。沈大，沈大爷，沈爷爷，你饶了我，我给你当狗啊！没当狗，我也是你的狗。我错了，我是你最忠实的狗。我也是，我给你当狗。妈，爸，以后你让我咬谁，我一定咬谁。姐夫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就看在咱们是一家人的份上。您就饶了我一次吧，我保证绝对不会再有下次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姐夫，姐夫，我真是老错
告诉我。你真错了？不告诉我？你破哪了？我不该。我想知道。行了，别装了，起来吧。还装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想干嘛？啊！不会真晕了吧？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！啊！禀岩主，转轮殿张家灭了。你说转轮殿张家灭了？是我们阎罗殿的探子乔思清。穆乔兰不知不觉的转轮殿，苏家有高人，神龙殿主。殿主，莫非您说的是神龙殿主？而是神龙殿主徐子明而现身，除了三大都尉，无人知晓其真面目。这种人物怎么可能躲在小小的苏家？怎么不可能？这种人物就不要用常理解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戴上这个面具，我就是神龙殿主。神龙殿主又如何？请严主下令，属下定然万死不辞。万死不辞！不急，游戏刚刚开始，就结束，未免太无聊。我会亲自会友，看看神龙殿主到底是不是我无上之境的对手。人主无双。千秋万载，严主无双；千秋万载，严主无双；千秋万载。苏若雪，定要得到。我身在哪儿？沈浪，是他救我。沈浪就是神龙殿主。是神龙殿主，沈浪就是神龙殿主，怎么可能？他沈浪明明就是个混吃等死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是神龙殿主？不对，昨天晚上那种情况，除非是神龙殿主，沈浪就是神龙殿主，我要赶快告诉姐姐，她老公就是她一直崇拜的神。咋了？殿主啊，他就是神龙殿主。啥殿主？神龙殿主，他就是神龙殿主。薇薇，我这还刚泡了一个泡面，你吃不吃啊？红烧牛肉味的。他是神龙殿主？他咋可能是神龙殿主？他表弟是神龙殿主，昨天晚上他真的自己亲口说的。他就是神龙殿主，你别听他吹牛，他就是跟他表弟学过两招才能救你。他要是神龙殿主，我就倒立吃泡面。哎呀！啊！咋了？你就是神龙殿主，你骗不了我的。我怎么可能会是神龙殿主啊？我就是个在家混吃等死的米虫。你别想骗我，我可是亲耳听到的。快说，你来我苏家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亲耳听到的？没错，我两只耳朵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你别想蒙混过关。既然被你知道了，那我就只好杀你灭口了。哎！这动物，别叫啊！你究竟有什么目的？哎呦，大姐，我都说了，我不是神龙殿主，你怎么这么信呢？你还想骗我？也就我那个傻姐姐能信了你的鬼话。对不对？我给你看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哎，
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当然是我拍的。你也不想这事情发出去社死吧？嗯，都清理干净了吗？所有线索都已经清理干净，只是乔欣的母亲乔恩进了一些差，有风了。怎么会风了？我明明都已经收手了。那我也不知道啊，需要清理。哎呀，既然已经封了，算了，杀生不好。我最讨厌暴力，你知道的。对对对，您最讨厌暴力。你啊，最讨厌斩草除根了，你说的对。好，说说那个阎罗殿的事儿。据调查，阎罗殿的幕后之主是一个叫罗天耀的人。天耀，多谢沈家主收留，我们父子俩当牛做马。也无法偿还您的恩情，刘天，我给沈家主跪下磕头。不用不用，起来了。罗天耀，枉我父亲当年好心收留你，没想到竟然是你。小昭，务必找到罗天耀的妹妹，找到之后第一时间通知你，亲手宰了他。你们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啊，老婆，你怎么想？你们是不是又搞在一起了？没，睡不着，唠唠嗑。严主有令，活捉苏若雪，其余人杀无赦。是是。谁？谁在那？出来！我出来了，你要如何？住手！就这点本事，一起上！一起上！上！就是你，大宗师，这就走了啊？不再多玩一会儿？不。公主，看到阎罗殿的人已经按捺不住了。小乔，一定要保护陆雪安全。阎罗殿怕是要动了。公主您放心，属下一定会用性命来保护主母的安全。小乔，你要好好照顾好病。是。属下在。把垃圾清理掉。是。你们又在搞什么？那个老婆，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哪一种泡面比较好吃，你要不要来一桶？大晚上在这吃泡面还弄这么大动静，你要不要来？我吃啊。我这还有茶，再给你加一点。那又怎么了？要不要来一桶泡面？不要。喂，爸。爸，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？我公司还有事儿呢，与神龙集团的合作还在跟进，风风火火的，一点都不稳重。苏若雪，爸训斥的没错，做事儿啊不能太着急。你看看乔欣，这才几天不见就变得如此稳重，你再看看你，婚都结了还像个疯丫头。就是，作为苏家集团的继承人，你和神龙集团的合同就让你毛毛了，以后还怎么代理苏家做大做强？嗯，他怎么杀我？可是亲手杀了他。姐夫，好久不见。确实想念。你看你是想我死吧？怎么会？你可是我的亲姐姐，我的好哥哥，我怎么会怕你死呢？好了，我今天叫你们回来啊，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们。我们苏氏集团啊，被昊天集团看中了，愿意啊我们苏氏集团联姻，并且许诺只要我们苏氏集团同意，昊天集团愿意拿出一半的资产交给我们。昊天集团虽不如神龙集团，但也不差，能被昊天集团看中啊，是我苏家的福气。所以啊，我已经替你们同意了。行了，我命令你即刻如果学霸分离了，我呀，500万作为补偿，这可够你下半辈子吃喝不愁了。不可能！混账！你
别以为你当上了苏世全的董事，你就真的翅膀硬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若是不同意，这个董事长也别当。让我和沈阳无关，绝对不可能。这个董事长不当也罢。沈阳，我们走。苏若雪，今天要是敢走出我苏家的大门，你就永远都别想回来。爸，你当真？我才是苏家的家主，你连我的话都不要，你何用？好，既然如此，如你所愿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是苏家的苏若雪，我是沈家的苏若雪。沈浪，我们走。不对劲。好，账还账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要是不要我，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了。阿妈，别哭了，我养你。我爸都不要我了，你还骗我？你拿什么养我？还不是我养你？你走开！喂，说我是神龙店主，谁也不信啊。老婆，等等我。老婆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老婆，别生气，别管我，让我冷静一下。哎，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苏家有问题，乔欣今天出现，这可能啊？乔欣他明明死了，他的尸体还是我亲自处理的。乔欣绝对死了，今天出现的乔欣绝对是银楼店假扮，而且乔兰和苏老爷子有很大的问题。冯叔，是不是要我？对啊，这样未免太大扫惊蛇了。既然对方出现了，那我就亲自会会他。你在家保护好洛雪，另外通知白虎等人待命。事情明白。你把酸奶给我，我是公公的。别躲这儿了，出来吧。沈浪，应该叫你神龙殿。没想到你这废物才几年没见，竟然变成神龙殿。真是让我意想。哼，老天爷，既然都出现了，何不以真面目示人呢？莫非是怕你那张丑脸吓到人？哎呦，果然还是那么丑。丑？如今我贵为阎罗殿主，谁敢说我丑？谁敢对我不敬？谁若敢说我这阎罗像丑，我会亲手送下十八层地狱。所以之前杀我全家就是因为……当然不是。说起来你们沈家对我还不错，但是你们穿的光鲜亮丽，而我只是破衣烂衫，我也该死。谁让你看到我低贱的样子？就因为这，就因为这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所有看到过我低贱样子的人都得死。你们沈家是，我要是那个死老头是，你也是。还真是禽兽，连你父亲也不服。哼，沈浪，保护我。沈浪，你是个特想杀我，我给你机会，就是不知道你接不接着。不愧是神龙殿，有点东西。沈浪，不和你玩了，现在就送你去死。阎罗镇狱，先天之计。哎呀，沈浪有眼光啊！我告诉你，大宗师亿万中无数，嘿，而我是当今世上仅存唯一的先天之计。你去死吧！哈哈哈哈！沈浪，我的功夫怎么样啊？是不是舒服的说不出话了啊？神龙殿主又怎么样？还不照样是我脚下的王冠？我阎罗殿主，我罗天耀还是这个世上的理。哎呀，真舒服，爽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受到了我全力一击的，不可能，我可是世上唯一的先天之境。没错，
你的确是世上仅存的唯一的先天之境，但是我是唯一的真人。陆地神仙，陆地神仙，陆地神仙，你出现在你面前了！王楠隐身了，师兄怎么接电话？你再这么吃下去啊，就要胖成猪了。胖成猪就胖成猪，反正我爸都不要我了。我早就想这么做了。喂，谁呀、啊？一直打电话，烦不烦？若雪，是我，是爸爸。我都已经不是苏家的人了。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龙芷说过，苏家家主不对劲，现在打电话来。若雪，是爸爸的错，爸爸不应该逼你做不喜欢的事情，原谅爸爸。不原谅。若雪，是爸爸的错，你可以给爸爸一个机会吗？爸爸再也不会强迫你做不喜欢的事情。这样，你来老宅吧，咱们父女很久没有好好谈谈了。若雪。你要去哪？我去老宅。你不能去、啊。怎么？你爸他有问题，这之前就是老糊涂了。哎，没事。哎，若雪，若雪，你听我说，你爸他真的有问题啊。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他还有什么问题？哎呀，其实吧，我也跟你说不清楚。你爸他真的有可能是假。你没发烧啊？你怎么开始说胡话了？哎呀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沈浪他其实是神龙殿殿主。你说沈浪他是神龙殿主？对。潇潇，你别逗我了。我和沈浪结婚这么多年，他是神龙殿主，他什么德性我还不知道啊。沈浪他不告诉你是有原因的。他要是暴露身份，仇人报复会牵连到你的。得了，潇潇，别闹了，走吧。爸，我回来了。若雪，你回来了。把我赶出苏家，后悔了吧？是呀，是爸一时鬼迷了心窍，差点为了苏家放弃了我自己的女儿。是爸不好，是爸不好。吃狼做巧，我原谅你了。好，好，不对劲。我还有个东西要交给你，我还有个东西要交给你，跟我回来。爸，你还能有什么新东西？小时候老宅的东西都被我翻过了，你最喜欢的茶罐子里面藏了多少私房钱我都知道。爸，能不能？这个嘛。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已经忘了。哦，忘了，你最喜欢的茶罐子被我摔碎了，这你都能忘吗？这个忘了，你大了，真忘了，这么久了。哦，搓衣板你也会吗？什么？你不会也忘了？东西啊，就在这。什么东西这么神秘，还藏在这里？你自己打开看看。啊！你是谁？别！太方便，太三郎，舒若雪小姐，这个消息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大宗师
哎，两位大宗师，没那么多人，直接打晕在此。手臂老师，我一人自然不行，可是肉身。两位女士，请吧。罗旋，谢娇，不好，肉女仙瑶出事了。容易气，小娇留下的，干得漂亮。任务，召集神武殿所有人包围江州。若是放掉阎罗殿一人，拿你试问。没想到，我们还会再见面。拜见龙主。众将士，随我出战。是。苏若雪小姐，许久未见，你可曾记得我？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抓我们？我不认识你。这样呢？你可曾想起？哎呦，恶心死了，滚远点！好心人，滚蛋！他妈恶心！路过的好心人，可怜可怜我吧。怎么，想起来了？我们不曾得罪你，你为什么要绑架我们？苏若雪啊，苏若雪，我说你是真天真呢，还是愚蠢？你一直仰慕的神龙殿主就在你身边，你竟然不知道啊？哈哈哈哈！龙武，老臣在。事情办得如何？回禀龙主，白虎已经将江城全部包围了，一支苍蝇也废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就留守在这里，阎罗殿亲自去。龙主，五运苍龙，五运苍龙。莫非，莫非，你总算是相信了？莫非想想你是神龙殿主？是神了。苏若雪啊，苏若雪，其实你很清楚我说的是谁，只是自己不愿意相信罢了。也对啊，这换作是谁，他也不会相信，自己养了几年的幼稚老公，会是大名鼎鼎的神龙殿主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不可能，神龙怎么可能是神龙殿主？绝对不可能！哼，相信也罢，不相信也罢。我会让你这个景仰的老公，大名鼎鼎的神龙殿主倒在我，再让这个高高在上的神龙殿主看着我怎么将他的妻子折磨致死。做梦！做梦！我堂堂阎罗殿四大宗师皆在，再加上我的先天之境，就算他沈浪是金丹真人，陆地神仙也得死。想让我死，你来试试，你来试试。神龙殿主，神龙殿主罗天耀啊，不，阎罗殿想要杀我，过来试试。哼，沈浪，你既然自己来，你自己找死，我成全。沈浪，你真的是神龙殿主？我这里一直瞒着你，
我是担心当年谋害我沈家的阎罗殿会危害到你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不需要了。从今天起，阎罗殿就此灭亡。上面是神龙殿主，神龙殿主啊，好帅呀、啊！我早就跟你说，是你一直不相信。神龙殿主，我老公是神龙殿主。妈，告诉关毅，你的脸就跟一样丑了。罗天耀，你也知道你自己长得丑。沈浪，知道你很强，但是要是你打败我四殿阎罗，哼，你打倒一个，我在苏若雪的脸上划上一刀；你打倒两个，我就划两刀。你要把他们都打倒，哼，那你可能妻子就变得和我一样了啊！卑鄙无耻！啊，是我卑鄙，我无耻。沈浪，毁容就毁容吧，你是我娘养我的。若雪，你来真的？当然，我从来不玩虚的。妈的，当我不存在的时候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划了你的脸？沈浪，你别管我。妈的，夫妻情深啊啊！你知道沈浪是谁？他可是神龙殿殿主。哼，我把你毁容，他手一挥，那女人排着队往上贴呢啊！关你屁事！我老婆说的对，罗天耀，我们两夫妻之间的事儿，关你屁事儿！沈浪，当真不怕我划烂苏若雪的脸？老婆，你怕吗？不怕。好，我沈浪的女人怎么能怕？怎么会怕？更不该怕！沈浪，死殿阎罗，给我上！他们都不是对手，还是你来吧。沈浪，你把我话当耳旁风了是吧？我现在就让你美丽的妻子当头回去。我老公是神龙殿主。我老公是神龙殿主。若雪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沈浪，你还在这谈情说爱，你当真没把我阎罗殿放在眼里吗？这没错，我就是没把你放在心里。沈浪，你今天注定要死了，把你老婆杀掉。像当年一样，十殿阎罗狱，你耍赖，我还没命完过呢。罗天耀，反派通常说话多。你这个狗东西还想求饶，你连说话都不配。我本以为当仇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会怒不可遏，用尽世间所有的激情将其折磨致死，但是我发现错，错得非常明显，因为你就是一个邪恶的禽兽，猪狗不如的畜生，下水道里的臭虫，用禽兽形容你都是在夸你，骂你是苍蝇都是在夸奖你，让我费尽心机的去折磨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配吗？你配吗？老婆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呦呦呦！痛痛痛痛！堂堂的龙神殿主瞒了我这么久，有何企图啊？没什么企图。什么？哎呦呦呦！如实招来。你看这生气了啊！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啊！是在做梦吧？在干啥？我老公真是神龙殿主。哎，你给我放尊重点啊！别没大没小的，你老公当然是神龙殿主了。
你是神户店主还怎么样？我还是神户店主的老婆啊！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怎么？听你这语气，你很不服气是吧？你瞒我这么久，我还没教你算账呢。哎，苏若雪，你给我小心点啊，别逼我放大招啊！怎么？你有什么大招？我去！他要是神户店主。沈浪，哎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沈浪，哎，老婆，我错了，别追，别追，别追。那你停下。你不追我，我就不跑。你不跑，我就不追。错错错错错。黄总，严正起见。什么情况？他想暗杀部队，一同突袭我大学边境，因为人手的抽调，安徽陷入了颓势。大夏，暗杀部队，那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大玄和大夏的关系不一直都很友好吗？我是才退休几年，大夏便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犯我大玄，真当我死了？我就小江，起来吧。到底什么情况？大夏和墨北自从公主退休以后便蠢蠢欲动，此次联合突袭我边疆，恐怕是早有预谋。什么？雪浪，你要杀战场？哎呀，我是神龙殿主，当然要守护好边疆了。盟主虽然表面上已经退休，但近几年来一直往返家中和漠北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大玄的百姓才能有如今的安居乐业。沈浪，你真帅！沈浪，你真帅！哎呀，那还用说吗？不愧是我苏若雪的老公，现在想来跟做梦一样。行行行，别这么夸，等我回来再说啊。小江，去安排下车辆。这一次，我定要大夏和漠北30年不敢侵犯我大玄。是，属下遵命。沈浪，上战场是不是很危险？哎呀，也就一般般吧，不危险。骗人！子弹我都抓得住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嗯，那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放心吧，能杀了我的啊，那不存在。怎么，现在觉得我成功了？讨厌！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安全回来的。嗯，我做好饭在家等你。宁夏的杂碎们，你们一起来吧！敢侵犯我大玄，来一个杀一个！五号林头，把他脑袋给我砍下来，放在大玄旗下。是，来呀！白将军，小子，怕吗？大蛇男儿没有一个怕死。说得好，大蛇儿郎龙主庇佑，岂有怕死的道理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。滚！俺是为宗师，三位大宗师的围攻，我们活了了。你的命可真大呀！这次我看你往哪里跑！蠢君，不过就是趁着大蛇边疆混手，所以联合漠北偷袭。看把你能耐的，你的脸呢？若是龙主在此，给你10个胆子，你也不敢踏进大神一步。哼，牙尖嘴利，还真是可惜啊！那神龙殿主不在，你们倒是先死在这里了。是，把他的牙给我拆下来！哈哈哈哈！好兄弟，杀光他们，咱们回去喝酒。白将军说的是。今天我们就比比看谁杀得多。好，杀个痛快！好，杀个痛快！这这这这废物，两个垂死挣扎之人都拿不下，要你们有何用？国君，你光看着多没意思。自己试试。我也是，
白虎中央是强弩之末，这大玄边疆50里，我们收下了。白虎，我们心心念念的神龙殿主呢？他怎么没来救你们？杀你们几个蝼蚁，还用不着殿主出手。殿主说的对，杀你们这些杂碎，用不着我们殿主。杀！啊！我这就送你上路。白虎，这你也变弱了。名字就该。来了！啊！大帅！干得不错。破军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龙主，你是神龙殿主？这不可能！阎罗殿已经把你拖住了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阎罗殿，就凭他们的三脚猫功夫，也想困住我？你真是看不起我，看不起神龙殿主的名号了吧？龙主，属下，没跟你丢脸吧？我神龙殿哪儿当如你？那我就安心了。谁让你死的？我可没让你死。想在我面前死，没那么容易啊！属下，没事。哈哈哈！神龙殿主，墨梅铁骑已到。就算你是神龙殿主又如何？墨梅铁骑一样把你砸成肉泥。神龙殿主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这不可能！你不能杀我！你杀了我，你就会破坏两国友谊，到时候你就是罪人。杀你！我不仅要杀你，我还要杀每一个犯我大权之人，一个不够，我杀10个；10个不够，我杀100个、1000个、10000个。杀到你们无人再犯我疆土，辱我国家；杀到你们每一个人见到我大玄子民都毕恭毕敬、礼貌相迎。是。我死齐闯，杀无赦。我沈浪做事就是这样。